大家的 Jackie 啊。咁咧，我其實已經收到保件嘅啦。保件其實就係講補翻呢兩個膊頭位，啲人係扭斷呢個兩個膊頭位。咁誒嘗試換件啦，因為我都扭爛咗佢隻手啦。係啦，而家係一隻斷臂嘅原因。咁佢話佢個 joy 咧實得滯喎，所以就斷喎。好啦，而且而時即刻拆出嚟先。好啦，咁啊拆咗佢出嚟啦。嗱，你小心啦，小心會唔見。咁佢有兩個環嘅。好似老乜咁嘅，呢個係一個蝴蝶關節嘅位置嘅，咁跟住佢就拆咗呢個啦，咁我呢個神經已經斷咧，就係斷咗個連接手臂嘅位置，咁佢話係質料嘅問題啦，咁我用鉗咧夾翻開佢嘅，係啦，一模一樣嘅，咁跟住就上翻手臂俾佢啦，嗱呢個係一對手臂啦，係啦。咁應該係呢邊嚟嘅。咁其實我諗個問題係在於咧，佢個手臂咧，嗰個joy位咧，做得差呢個位，溝得太薄，所以佢加翻粗嗱，對比翻就知啦。係啦，呢個係新嘅，呢個係舊嘅。咁有一個咧就捱唔住，就會斷咯。這個就是為什麼會玩甩手臂的主要原因咯。好了，裝回就是這樣的。好了，那你會扭上去呢都會實很多的，比舊版來說，因為這個是舊的，就會即是斷有太多了，所以會扭斷的。那跟著裝回手手腳腳給他啦，這個拆回去的。好了，有改善到呢，他這個新的joy呢也有改善到呢，隻手插落去呢個手臂度鬆緊度，係啦，佢係有即係調整翻嘅，因為之前咧我又話過佢成甩嘅，而家係即係實翻好多嘅，係啦，個手臂唔好咁易甩啦，係啦，就搞掂噶啦，咁你就裝翻個頭落去啦，好，咁就完成噶啦，咁你就可以換咗佢嗰個有問題嘅手臂啦。是个关节太弱的问题的。那你问怎么拿到呢，这个保件是官方承诺的，你自己要问回你那个购买的供应商，他应该有收到官方派的这个保件。那么因为官方说这个保件已经出了，是的。那么好啦，咁即係大家對於呢隻嘢嘅最大問題都係呢個問題嘅啫，係啦，就係、呢個手臂呢個位係會斷嘅，係啦。OK， 咁而家佢都改善咗嘅，就冇問題嘅啦。好啦，咁我係 Jackie， 主講1:12、1:10嘅玩具，有其他疑問嘅，歡迎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係啦。咁我都會出翻個英文版或者英文嘅字幕打翻喺條片入邊嘅，解釋翻啲嘢嘅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